各位老师好，我叫赵方舟，来自古城西安，是一名 B boy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音乐起。帅呀啊！金老师觉得怎么样？他的舞感？我觉得他身体的功能、身体的条件是没得说的。你把这个功能条件的软度啊、灵活性，如果再准确的音乐上再准确一点点，就更好了。整个 hiphop 我觉得让我们看到了，让我们惊讶了你的肢体的那个可能性，但是按 hiphop 来，我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。你多少岁？20。20啊，跳了多少年？3年多了。3年多，我跟他说，他这个软必须到10年，天生的，天生的软。你刚那个后双飞燕，我一看后边那个，我是后天开的。后天开的吗？是啊，你蛮真实。太羡慕你本身的条件已经是没得说，我们使劲练都练不到你这个这种开软度。如果你能把这个你的天生的这个条件、天生的这些能力，如果能够继续的把其他的部分丰满啊，那你肯定是个好演员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恭喜你通过，谢谢。赵方舟用他的舞蹈告诉了所有人，街舞也是一种文化。在武林争霸的舞台上，我们将见证更多街舞少年的追梦历程。